要能够学到中、在中、三中、坤道中、在中、三中。理想之慈悲，全道之中，坤道之中。讲得好，请坐下。老师好。
所以唔免得口罩，唔免得口罩，啊、哦，这是控制住的，搁在安尼讲。所以来自一党的这个新闻用法，搁再来讲给咱听。中共在控制的过程中，必然演变出天将兵的中共，以敌人前途。就是讲咧，咱一世人嘅时间，尤其这是三期大开国大嘅时阵，咱唔是讲足够讲道理，品行都上要紧，德行都上要紧。哦，德行是四科内面排在第一，啊、哦，排在第一。所以咱来了解，咱即辈修行。咱一定要头壳高个，也好好做，脚踏实地。人讲一步一脚印，好好来做。免头壳，我捌足济，唔免。哦，点嘛免讲，我做讲话嘛免。哦，只要你品行，你德行真正好。所以呢，这个中共这个人呢。以小物行不先进，行不先进，以做比大家较大声，言不合群的典型人物。伊讲话拢伫别人的后壁，伊袂去甲人修正，吼、哦，袂点伊口才。在当时，总上口才出现的风气下。这个口才不是真的，较早就安尼，哦，较早就是安尼，哦，所以呢，伊当时呢，总上这口才，哦，诶，这个出现的风气下，有人在甲批评，讲虽然伊有仁德，哦，伊可惜无口才。那么孔子的看法就相像，因为在他所作分辨中呢，两度提到讲言用德，那就用口才咧。哦，可见孔子的这个用意是在深刻卡辩中，没有什么可贵。哦，你一个人呢，若足够讲话，足够辩呢，这款人呢，无什么可贵，因为无口才。并无妨碍了天德，无空无口才的，并无妨碍了天德。哦，相反，如果不顾是非刻薄，咱一个人若无分辨是非对甲唔对的这个情形，一味甲人卡辩，哦，点二老讲话，咱道中道人安尼，哦，点二出口讲话。道理捌足深，也足好讲话，真侪伊的这个口才呢，去抗议别人的缺陷，哦，就讲用伊的口才啦，哦，去教别人修正啦，哦，去辩这个别人的困难点啦，最多只是不是自口，像这是哦，互人迄个嘴，人安尼啊，哦。信奉其意念啊，而不能服务其心，无法度真正心悦诚服啊，无法度穿情的。所谓以情有情，人之足堪观之。所以一句话呢，足需要去解，好好啊去解讨论。可见不同处，天下的情况啊，可见呢。老人老讲话，哦，这个老讲话的人呢，会受到性情，会无欢喜，无欢喜，也是众人之公恶，啊，这款人呢，嘛是众人足无欢喜的所在。所以孔子的话不但是为了中央而言，孔子这句话呢，不是干为了中央在解释。除了不知其言一句点到中央的心上以外，其余都可以
哦，讲是敬虔哦，世人的话啊，所以咱来了解。修行道哦，是注重实际，唔是重这个口才。你足够讲话，伫咱修行道，唔是重要，唔是重要。哦，最重要就是讲你的品行，你的德行才重要。哦，品行德行若歹，干然后讲话，哦，是使人咱目前眼中目前的当。中间人会甲你钦佩，但是长期间留落来，人会感觉讲你这个人哦，足好烧钱啊，足好骗，干阿怪伊出名。咱来了解，是因是咱长期间的关系，是因若真正有一天会当去到西方老母娘遐，若西方老母娘无开迄个辩论会，哦，只是真正。用你的口才较重要，哦，再来第六章，住宿即条开始，住宿开始，即条开始，对话，我书记言行，我书记言行，注一，注一，啊，这个细个读作一，到我字啊，这个读作一，这个七条开始，黄柱的。本来算大地主，伊身躯边的大地主，这个人本来足好，啊，所以伊招聘伫孔子的身躯边，哦，孔子甲讲你会使出师去做官，嘛会使讲，迄个时阵孔子要提拔七条开，但是七条开甲老师讲，伊哈。老师，即我无自信，哦，即我无自信，所以孔子听着安尼讲，伊足欢喜，即、这个人足谦啊，足谦啊，哦，就讲话咧，点问你书签字，人咧提拔，啊无提拔着伊，啊伊就足艰苦，甚至呢，为了即提拔无着，啊就一寡提起嘛，解释啊，所以也是姊妹。咱来了解，修行学道是重实际，毋是重迄个外表。哦，你外表你若毋做起，迄个外表能够甲你捧较悬，到有一日就会消。哦，咱来了解，所以咱呢认真来做较重要，咱毋通着重迄个外表。哦，这是孔子伫学了一条街。事实的代志，所以七条开伊讲，我师之名是孔圣人，听讲这句话足欢喜，哦，足欢喜。这条宗旨就孔子，因为弟子七条开不求名禄，独求道，而甘地啊，行为七条开这个人呢，伊无讲啊，伊无求伫外表。伊无求伫用咯，出书去做官，伊嘛袂爱。哦，伊生生实实，伊个心志就是会伫倒咧。吼、哦，是感觉诶，真欢喜，真安慰。伊也看咱个看，是咱咧读，咱就看过啊。孔子伊一世人，伊个心就是会伫倒咧。啊、哦，伊讲啊，我十九我。五十五个字自由学，三十二立，四十二不歇，五十二立天命，六十二逆顺，七十二从心所欲不自己。伊专心就是拢会伫道念，自细汉甲伊年纪大了，拢无离开道，拢无离开道。所以伊无离开道，伊后日成圣的嘛是应该啊。颜如子呢？孔子先真学了颜如子，颜如子讲啊，夫子波一波，夫子出一出，哦，伊拢跟随伫颜如子的身边。那么颜如子呢，除了夫子以外，伊着看舜帝，讲舜好人呀，有好人呀，有为者也就是，讲舜也是人，啊，我也是人。
我若要来带安尼做，我嘛会当带安尼，所以顺地，或者原主呢，就是因为以顺地为目标，所以伊何来？但伫儒教，儒教内面达到，吼达到佛性的境界，所以咱来了解，一个人毋是讲我着足好遐，啊我着足，吼足富伫咱个，吼。人的顶面，哦，我着足够，哦，足有能力，哦，是安尼，你才会成就。如果你足实际去修，啊，不足低，去行去做，所以咱有当时啊，家己慢慢着比较感觉见效，讲咱拢无出人头地，唔通。重要是重要，咱家己有伫做，有伫做，哦，你啊看。人有爱情在写《论语》的才，伊才讲这个情主用三物件来照伊家己，照达成一个圣人。哦，伊讲五日为人，五日不中乎？有朋友交而不信，团不识乎？伊就是安尼，用这三物件来照伊家己，看我这三行有做有交无？哦，遐是姊妹，咱家己。抓这个目标，哦，尤其是三期大概报道，哦，上天呢要予咱种，哦，兄弟姊妹拢有当来故乡的这个，哦，路径，哦，有这个路径，啊，所以咱伫遮一定爱头壳搞落，哦，啊，认真来做，这个较重要，这个较重要，这个重要吼。我计所以唔通哦，唔通看过看迄个武器，足条条是讲爱认真来修，认真来修哦，这个心。孔子教育弟子的最终的目标，孔子教育弟子最终的目标是修好自己的学问甲道德。孔子教育弟子最高的目标是修好咱家己。一学问较道德，哦，一个较重要尔，一个较重要，哦，道德若无，咱心门拢无落去，心门拢无落去。人讲，哦，讲一句话，上粗俗的话，哦，当代来出事无半项，死于双手无空空。有送带什么物件转去无？拢无。哦，死了撞落去，三五年后你去甲捡。哦，捡伊个骨，伊含伊个衫裤，含伊个衫裤拢伫遐无穿得，所以咱来了解，要转去，咱扛扛转去，要来带啥物来无？嘛无啊，哦，所以咱学问较道德，哦，咱道德啥物重要？以后为国家社会服务，哦，孔子个教伊弟子呢，就是讲你会当收起。甚至搁会当为人，哦，所以伊个宗旨就是安尼啊。所以中庸讲：“贤者非自先己而已也。”即贤就是要予你先求你家己。所以咱个姊妹，咱一定爱贤爱表出来。所以迄个中庸甲咱讲啊：“贤者自贤也，而道自道也。”生的人有生性，有生气的人，你家己会成就。要人家会转去，你家己成就才有咯。成家自成啊，以德自德呀。哦，修德你一定要家己去验证，你家己出来行。所以，哦，你这个假，哦，你的真啊，因这个假来行。心是心之主。心是心之业，哦，心这个心是心的主人，啊，这个心呢是心的这个路呀，咱来主人，哦，所以一切爱听这个主人的指示，爱认真来做，所以行者为主，先记于意，哦，所以行不离，有纪律而立身。记得是得真，你若无善，你就家己活在里。所以，唔是要善记尔，
所以对个生物内心足，才当去向外哦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孔子自己嘛讲啊，人食己欲力，己欲精，己欲达己欲精。孔子的最终的目标，儒家最终的目标是己欲精，己达己精。可见修己以安人，修己以安百姓。所以可见修己，咱是咱家己，啊，从咱家己的行为，咱家己哦功德，会当流露对别人的心去，哦，互别人看到，哦，我人真正袂歹，啊、哦，所以咱要度人，咱咱家己爱做好好的榜样，人大家听咱的，修己以安百姓，修己了，咱的行为流露对外口去，人大家才会信。相信咱，有修心齐家，而达到治国平天下。所以，英国罗素这个博士，他讲中国有一套哦，有个人的修心达到平天下的这铁塔，的这姿势，这是前所未有、前所未有的哦。前较早人拢无，嘛是世间拢无的一套。真正咱达到平天下这一天啦，哦，是这个儒家最终的目标，咱是人人最达到最终的一个目标。那么本章地主一条开，书写做官之事，一章呢一条开，啊，孔子的这个地主一条开，向因老爸，向因老师需要做官这个代志，这。当时孔子呢，因为伊的弟子多，啊，伊的弟子拢足有才华、足有能力，不论伫政事，不论伫军事，不论伫哦德性，不论伫言语，不论伫文学，大家拢有。所以列国的诸侯都唔敢用孔子。大家若用孔子，和孔子呢，稍微同者。你规个祖国国家怎啊样？那么虽然是这个情形呢，不过列国的诸侯呢，拢足爱用孔子的弟子，拢足爱用孔子的弟子。孔子的弟子呢，当去遐为后发，伊个国家迄方面就当方便，啊、哦，所以这条开已经达到了境界。孔圣人就相信这条开伊的才德。足以出人官职，但他本人却没有志向。伊家己毋是传讲哦，一支嘴啊好嘅款人，所以伊家己无志向。即一来表示伊不求结果，赢落诶，赢落而独求，独自求得。即呢，一方面呢，也代表示讲伊呢。无对这个工业甲娱乐这方面呢，逐日拢而且在想，伊个德志，伊心志是为了求得，为了得，二来显示伊个学问，伊个道德，也未有爱心，这是伊家己个看法。啊，讲我个学问甲我个道德，都办甲无达到个境界，都有以官为政个道理。也无真正通达，伊感觉讲我也无法度咧，所以晚谢了辅助的好意，伊就讲哦，晚谢了这辅助，叫伊出为政的这好意。孔子呢，见伊不为英明利禄所动，孔子呢安尼甲伊讲，伊就甲死。所以孔子看到伊无为了这英明甲利禄来所动。以圣道之心，哦，圣道难能可贵。不过，伊伫圣道，啊，伊伫圣道心真正诚心，真正笃信，所以这款的这个经验难能可贵。所以，孔圣人呢，伊就深感喜悦和快慰，伊就深深感觉足欢喜，而且。感觉讲我教着这个学生相当好。
上得路，所以伊就作满意，伊就作满意。所以莲子讲：天下有善，君子有善道。啊，不恶不作，天天果一乐。哦，这得亏了。哦，这是天伦之乐。众不可有天，故不从一人之道也。得天下人才之口之善乐也。得到天下好的学生来互教育，哦，伊得第三种快乐。所以孔子呢，一方面，伊呐拄着安尼，伊就家己拢作快乐。所以这着孟子伫一篇内面，就家己一个君子的三乐内面一块，也是真欢喜。咱要来了解，咱呐有亲有爱，来叫咱亲道，一道是有道，真正作诚心来修道来学道。咱做前言者，做言传书的人，咱一定爱足欢喜的，哦，爱足欢喜，哦，啊足安慰的，来对咱这个道亲，来好好啊来栽培，来好好啊来来安慰，可以给咱更加的得小甘头，更进一步，后生会当达到去轮回，去娱乐。啊，新鲜作物的这个境界，啊，这是我的这个五啊，也嘛是实在的这个例子。过来第七章，祝啊，祝啊，德不廉，德不廉，贤夫不无憾，贤夫不无憾，穷莫假，穷莫假，饥犹无，饥犹无。诸罗文之喜，诸罗文之喜，诸法，诸法有也，有也，奉用各莫，奉用各莫，无所出财，无所出财。这阵爱注意这吼，贤夫福无害，贤夫这个叫福，阿赖耶就是叫福。贤夫无害，贤夫啊，这个叫能够穷，穷莫假，饥犹无，啊，这些东西老师给你安尼发教，教完之后，安尼记起，安尼好了解。啊，贤夫无害，穷莫假，饥犹无，诸罗文之喜，诸罗之乐，奉用各莫。无所出财，即个财是财哦，这个财，而且木财财，无所出财啊。即，阮遐一个，这李有勇先生，甲互我讲，我无啦无啦，你若无受过书受过，你是讲乌白汤的哦。我讲遐我人嘛，就读偏字典哦。伊讲先字典这个四书作者字未标准，四书作者搞破字呢，你一定爱让老师改字，给你修改。我讲阿古立先拜托你给我修好无？伊用我唔敢，我唔敢，我大概开始，伊经大声大来，用昆山先生一代头叫西啊，接落来，大来用昆山先生。在咱台南县足有名，伊十八岁就去阮西庄教学，十八岁哦，也予这个当代许先生，哦，因老爸，啊，足癫啊，红领巾，阮拢叫伊领巾。伊那个十八岁，十八岁就开始教学，伊唔怕西庄拢无够人。今天好嘢人嘛，啊叫伊较早请伊，请伊来，请伊来，去到内面咧，咱从迄个内面咧落菜了，对啦。来，你一把丝，我摕去好对着来，就写一把丝，啊摕去，啊这个伊这个就是那摕去哦，啊摕去，杨坤山先生讲，好，你先等一下，我先去写，哦，我这个甲讲者先去写，啊看你后头甲写写。
摕起来即个，即个我拢叫张飞的毛笔。伊看我讲，吼，即个人，伊哪人啊？因讲伊也叫伊哪人？哦，伊哪人文遮快？哎，会使解答，会使解答。是就是是，贵就是贵，老就是老，憨憨就是憨憨，较早就是安尼，较早就是人诶，有经过相当读册过，就是也简单。伊过哦，过北京考，加入参加考状元，也考无着过，哦，考状元考无着，哦，啊过来，安足好个，安个滴咯，足好个。不但伊领地学问，伊个囡仔拢足好。所以，人之人之外，咱来了解，咱本身底是多学多，这个这条线来放互咱来明白，放咱明白。你若看咱甲看，孔圣人、圣人，因后生孔立贤人，伊的孙、祖孙孔子和圣人，两位是真好个，哦，咱来了解，哦，唔通讲。哦，我都死，我回来就好啊！哦，啊，我若回来，我来竟然去做都无排队，你个爱家己考虑，你敢有迄能力？咱敢有迄能力？通真正上哦，上应七天，啊下代七做哦，上应七做，啊下代九天，咱敢有迄能力？所以也、是哦，这个担当工地担。这回是机会，所以咱一定要合作，吼、那么，这个是，孔夫子将之孔夫子开堂所贵的理想，不能实现，不能实现并采用，这个诸多贵妇奉养的这个战绩，孔夫子迄个时阵，就犯了可能拄到作者难题，亲像出科来作者难题，所以呢，伊就讲啊，感叹啊，讲，倒到我有通办呢，我就来一块牌啊，来伊后尾一块牌啊，要真好，来采上成三粒问题，因为我若要出去呢，要人对我出去。朱罗呢？朱罗听着老师安尼来娱乐呢，伊足烦个欢喜个呢。孔子讲，孔子是上少伊来解哦，新传个弟子，讲有呀，你保养个吼，无所出彩。你个人呢，上过头轻浮呀，你人上过头轻浮，你安尼呢，无法度拢担住。所以咱做人做事，有当时爱较稳重个，唔通咱讲献三金抓人啊，后边哦，咱爱较稳重。咱做人做事当中爱稳重，见家伫咱道路当中见家爱稳重。哦，人讲俗讲啊，要成全一个人啊，要。也是讲要来访拜访一个家族，就讲好，今我来接我上我到，人爱足清楚的，啊，会好说，咱的点评书来，咱的前面讲，哦，这个保养多么安尼是，吼，这个宗旨，吼，这个宗旨，孔子开堂时，伊的理想不能实现。人才越难出咯，贵分吼要有才气咯，是咪？孔子怀抱了人生的理想，见地的主张，又不被当时的诸侯所采识。孔子的人生的抱，的抱，哦，伊身上理想的抱，伊就是要多行天下，所以你也看。诸罗甲颜渊就是调到孔子的身边，主甲讲：恁两个来讲恁的志向。诸罗甲讲咧：原之马以前就有别有功，备之无憾。老师啊，我咧，我以为我的车啊，白，我的
三河外财产，咁河外道亲，河外朋友，河外同行同事用，用了咧，都用爱，都用好好。所以猪肉就是一块肉，孝在无边。那么南边孔子讲南边的人，果然用万物啊，先无私的。孔圣人伊啊，做这个甘露主义，哪来讲？伊都一单数一飘烟，比赛打成交，用人来讲咧，伊讲我万物啊，先无私的，该做工作我一定来做。啊，我来去做了后，我不会讲半句话。哦，啊，如果代志人唔做，我有哪来去做？哦，啊，我唔会干他。这么不公正的，伊呢？南边甲诸罗都无相像啊！啊，诸罗是下在无边，南边是下心无教，下心。那么诸罗都得了两名，啊。有一个马老师，阿老师的例子，哦，空性那个，玩乐者安之，别有心之小家大事。我这三项，我的心，玩乐者安之，别有心之小家大事。那么这款这三个愿望的，就是啥？这三愿望就是带动天下的坚强啊！所以孔圣人一世人的，伊一世人的愿望，伊一世人的愿望，人生的理想，哦，都是要真正道天天下，达到天下爱动。所以呢，伊人生的理想，甲伊正义的主张，主张拢无被当时的诸侯，哦，当时的诸侯来拆卸。因伊多行多难行呀，因为安尼伊多行去到处拢受着苦，哦，你看颠转怎样，苦甲很叫要死要真心。果有往天下开放神迹的这个啊，的这个心愿啊，随处适当报告，伊就是安尼，随处来适当报告。心夫妇以爱，要随处来去摄动报告。以行大道之敦化，以将伊个大道来去敦化，亲像咱子足济咱个前人者，去到个华纳个国家，无开发个国家，去到伊个个国家去开放内政，就咱先。诸罗后有，辅助各如初，他是最后的后德。好话真算啊，诸罗较好用哦，所以辅助呢，先将安尼做呢，伊是最好的好话真算啊。有伊在，当然会当克服困难啊。但孔子只是感慨五常之法啊。孔子迄个时阵只是讲，道外万物行，大家足艰苦的，不能咱伫啊，咱就讲安尼讲讲一下尔。那么诸罗就当做真诶啊。所以不觉就欢喜啊！哦，大家人较轻浮，我就足欢喜对啦。辅助建议无私，不能定夺。辅助呢，看到诸罗遇到代志，家己会定将定夺，就一支家己教会，就借这个机会来甲诸罗教会。欢喜是真好个德行啊，但不能过分啊！欢喜是足好唔对啦，但未使过分啊。要适可而止啊！啊，爱呢，家己就要尊重的啦。人诸罗先生过分模样，诸罗的先生就是过分模样。我辅助上替担心嘛，所以辅助呢是上替担心嘛。一有机会总要来采一番，然后机会就总要来讲一下啊。这是孔子对弟子相师地位高了啊，所以这是孔子呢对个弟子有着什么什么地位，就赶紧来教了。如是以偏教文主哦，不好班和数以不会讲我不会啊。哦，孔子的啊、哦，
地主那一篇呢，都讲啊，哦，讲伊呐要出去修一点功呢，要去办道啊，会当教伊行做伙做难点尔。啊，主哦，就讲啊，老师啊，啊你呐从我要出钱呢，你唔敢要带带啊做干回去？哦，孔子啊讲。讲不好帮好事，伊不会吃蘑菇呀。毕竟你们书记苦孟文先吃呀，啊，所以呢，有这个经验，孔子就给教育，啊，所以之间，伫养活养活，不将呢，嘛太过了。君子上欲到利益为上，君子是最欲是足重要，但是爱有下气啊，哦，无下气嘛未使啊。当时材料以过分滥用的这个知识啊，当时教育这个主咯，以滥用的这个知识，这是第七篇。孔子哦，伊都办物件一款感叹，唔是咱真咧办物件呢，当时孔子哦，不有咱那不就从咱真咧生一样啦，所以咱一定爱认真嘛，认真。这路行来行要来行对对去，尤其进的时阵要较差无少声啊，进免想父母的爱，对不对？过来第八章，明武百官，明武百官，诸罗人何？诸罗人何？诸法，诸法，不低啊，不低啊，有官，有官。诸法有也，有也，千乘之国，千乘之国，可数敌其乎也？可数敌其乎也？不敌其人也，不敌其人也。有也何如？有也何如？对哇，对诸法，诸法，诸法，对有也，有也，千乘之一，千乘之一。必胜之家，必胜之家，可数为之哉？可数为之哉呀？不敌其人呀？不敌其人呀？切也何如？切也何如？诸法，诸法，切也，切也。速大逆无条，速大逆无条。可数无边其人呀？可数无边其人呀？不敌其人呀？不敌其人呀？这明武百官是当时鲁国的一个大夫，吼、哦，是鲁国的大夫。当时鲁国呢，诶，所有的官都留在三家之手，留在三人手。明武百官当时也是的。那么明武百官呢，最近呢？要来孔子家求人才，所以伊就先到先是孔子。伊当然并不便伊是要请有人才的人啊，所以就先去诸罗。诸罗这个人有达到什么境界无？孔子讲唔知呢。孔子一世人无哦，伫三千弟子内面。这个字不简单，讲予一个人讲有达到字，独占人间三国无为人，独独俄罗人间三国无为人之一。所以，明武百官问诸罗，孔子就讲不敌啊。啊，不敌呢？当然，伊就搁问啊，又问，又搁再问孔子来讲，有也千乘之国，可数敌。有啊呢，哦，伊这个人呢足有才华，那伊千乘之国，千乘之国呢，就是讲足大个国家，伫当时个列国时阵足大个国家，伊会当哦做到一个副官，就是讲财政经啊，财政政治甲经济这三方面呢，伊拢有法度。但是不敌其人，虽然讲有啊遐高呢，但是孔圣人呢，
无简单将这情甲讲完，甲交传进去。啊，平富平就干，不过在问问求也好处。哦，这个求就是公事话。哦，求也到底是安怎样？就按讲出来讲，求也千乘之一，必乘之家，可数为之赞。讲起这个求呢，伊有那是归千哦，归千户的这个家庭啊，哦，啊呢，几百姓的这个哦，的这个分数的家庭，伊可以来做一个宰相，足好个对个。但是不计其人哦，伊有得到钱，不得到钱，有个唔知。啊，这个切呢，哦，将这个。讲切个即当地切个是安怎样？就啊，讲出来讲，切个速大力无条，可速无边际样的。这个切个呢，伊呢力所足够，力足够，所以呢，伊会使哦，穿大衫，穿礼服，一下大条大，一伫朝廷内面可以叫国宾来讲话。但是唔知影有钱袂，佮当时控制去周列国，啊，因囝，哦，因囝呢，大先控制归控制，控制大先控制归控制，控制呾叫一个公司切公司，等下办丧事就等来，伊就无等来，伊毋是讲哦，惊死啊，我着赶紧等来。都重要，都不重要，所以咱来了解，哦，哦，圣人安怎做，咱就咱尽量安怎行，哦，一种书是孔子说言，孔子极重视这个仁德，哦，绝对无轻易，哦，无轻易以人来称赞任何一个人啊，无称赞任何一个人。这个心，啊，这个心。诸罗将有公西华，啊，这三个人都是控制真有才华的一个歌手，啊，这较早就拢时常在讲的，这教的人呢，拢时常甲控制做伙，也嘛控制平常就拢在讲伊的心事，讲问伊的心声，所以有时阵呢，诸罗。哦，诸罗甲即个公西华，哦，阿将军甲公西华，伊做伙是做着一个有心无病，哦，阿说孔子咧，就咧甲问啊，讲以我一些钓毛力，如我意啊，知即法，哦，不毛地啊，我你唔通讲，恁都来讲讲，哦，我比恁较智慧啦，哦。啊，我拢唔知影恁的情形，哦，所以呢，因会感觉讲我拢唔知。啊，如是你呢，那假使我知，即可以噻。恁别恁心力量难讲，诸罗师弟就讲，诸罗就大声讲啊，诸罗即本来伊拢，哈，他智方头都拢大声讲，对哇。千乘之国，一何大国之家？哦，家之以树立。因其已经有业为止，必须三年可数有用，请地方面辅助限制。所以这诸罗呢，我今天来讲啊，千乘之国一何大国之间，这千乘之国一拄好去连两个大国的中间啊，啊，这个国家拄好啊有战争啊，啊，佫拄好饥荒啊。可是那我以外的来改比，哦，只要三年就好，可说这个国家全用起来，而且搁大家知影你嘛，请地方的有做就开始了，有做先就开始了。求你好处来讲，求阿你呢，人有阿了，求阿你呢，哦，你好处这么正确来讲，方了七心，如我了识。有也为之，必须三年可数作用。如其他以数滚转，即系几万个。
哦，敢唔是作其他事，其作过其他人。哦，就讲方若七十足，哦，方若七十足，我就是过其他人来提的。反正三人了后，就好借人有本能吃，唔过这礼啊，就等候稳住交骨头，无骨头。啊，前面何处讲些话？伊就讲讲些话哩呢，伊去讲啊。对外天机老师啊，我唔敢讲挂就挂到，啊，意外漂亮，但是我两个啊，将要重要之事如何到断江湖，我还会小心的，啊，伊讲重要这个代志啊，啊，我呢，会当交配合咱重要来源的人啊，啊来研究来学。啊，我做一个小小的这个辅助官，啊，来之外，因经常在拢在讲这泡芙啊，啊，啊，咱个讲，咱两个听这个什么，前主任老爸前，前世，啊，人伫遐在讲啊，前世伫边啊在弹琴，前世伫边弹琴，这前世有够好，有够聪明。即嘛，孔子就讲量力而行，故学习啊，故学习天命。伊本来咧弹琴嘛，啊，从啊听落落听咧，下学习作，从啊去习惯。你学三柱之文，老师啊，我教因认真，哦，三柱之作，我教因认真无少声啊。孔子啊讲。无相无要紧啊！啊，一言，啊，一国言之其意啊，一国言之其意啊，也无啥话啊。伊讲莫春者，春风既生；观者，莫若行当主的之人，欲何其风何不雨？言之归，夫子贵人谈何其莫无定呀？所以啊，伫之外。像那个古老古老的气候，我学起来。哦，这前主任老爸前世，伊就往天上去度伊命，伊就往天上去，无天上去啊。哦，伊就讲啊，我教三个，讲无少声，孔子就讲袂记啊。你古人古人讲古人的信仰呀，伊讲无春节。存落之先，管家我就是当作的主人。靠这个母亲，春天就要过，伊才要进入个夏天这个时阵，就是春已经过到夏来啊。突然开放，开放到有一个成绩走出来啊，好、哦，啊我呢，交这个母亲大家做伙，哦。阮家五六人，同住六七人，啊、哦，哦，这个有人得个解释，解开讲，孔子七十二贤人的弟子呢，哦，五六三十三十个有错误，哦，啊，那七十二四十二个无错，同住六七人，讲安尼做七十二贤人，那我当然解释，这是当然个解释，啊，唔是安那吼，伊讲我同住。哦，管家我六人，当主六七人，表示讲，不论老的，不论少的，我拢会晓做的啊。要好奇，大家来去，哦，来去迄个沟仔底来洗身躯啊。就是讲，表示讲，不论老人，不论少的，不论囡仔，我可以教大家。哦，来去斋戒不要啊。哦，来去斋戒不要啊。大家参会来悔过啊，招招大家来悔过，人生道路来打拼，风雨不无言而归啊！哦，趁着了夏天拄啊来啊，吼、哦，夏天的风拄啊足凉足轻松啊，跳一个舞，唱一个歌，大家传得个声啊！辅助贵人听啊，辅助传得到贵公，我有病讲好啊！前点啊，伊即款只让我相爱啊！啊、哦，安尼之外，修学道
个人的心意义都消失来，个人的心愿都消失来，咱嘛是来安尼，啊，咱来清点的这个心胸，当主有七情关者，啊，关者有七情当，啊，中关者某六情，咱当主有七情，不论老的少年拢会当做伙，大家拢真正会当悔过忏悔，会当成就这个莲花。想到这个大开普渡的这个莲花，但是西方就是咱每一个道亲的真正愿望，也嘛是事实，就是安尼啊。互咱的师尊师父老大人欢喜一下啊！所以孔子在讲的这三个弟子，哦，这三个格局，大家呢拢各苦其的。人的一端之意尔，无达到人的全体。人的全体除了圣人以外，就是无哪法当达到安尼啊。因为人的全体除了圣人不灵啊。同时，这也毋是明悟白所能会当了解哦。归这个人的全体，嘛毋是你明悟白会当了解啊。所以孔子既不灵，既以人称赞三人啊。既哦，既不利人称赞三人，也不跟明悟别来谈人啊。知觉分别哦，知分别，思索三个才干。孔子因平时留意哦，留心来观察，所以咱身为一个前人者，对咱的佛法平常爱来注意，也搞得对一点。需要来应，恁就来应，而且会从啊，从心内自己安尼。而有所了解，三人之中处，可以随口说出，说得出来啊。《先进篇》记载三弟子，是做孔子的时阵啊，个人得出自己的智慧，诸罗讲出。也当治国三年，可使人民有用，而且治到大义所在啊，可见贤治君礼啊，是个文殊人才啊。要求自己呢，讲治国三年，可使人民丰衣足食啊，可见讲求贤能理性，是个政治人才啊。那么公西华呢，也阿弟讲啊，愿做宗庙内的首相。可见伊忠于应对啊，是个外口的人才。我孔子呢，平常作恶偏义，以仁德赞誉任何人啊。内中表示，如果明武兵能把三人推荐到鲁国朝廷去，他们在内政外交各方必然多年优越的表现啊。今日数虽弱，给鲁国称王一天啊。这是孔圣人呢，伊对个弟子了解这个情形，讲予这个刘备听知咧，来，等我关掉声，来听一下，他们，谢谢，他们，他们。